六七年级生还记得他的口令吗？六七年级生最熟知的第一国民健康操，第一个口令是两手叉腰，还是上肢运动？上肢运动。对，后面就变 Lucy。对，那个93年之后的。Lucy 怎么跳啊？对，你是那一代的，身体健康。对，有点红在腰吗？怎么这里？没有，那个叫93年以前的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